OK， 咁呢一段咧就繼續講第44題啦。咁啲 presentation 嗰啲都講得好清楚啦，咁可以講得快啲點樣諗嘢嘅啫。嗱，第一 part 咧就係講波多比多斯啊。咁其實呢一類題目咧嘅比例咧，我哋好多時都唔係話實際上揾到佢答案係幾多，因為我哋都唔夠資料啦，十五、十二兩個 size 啫嘛。咁我哋揾比例咧有個方法，之前上堂講咗兩三次啦，就係其實佢個底嘅比例係同個 area 嘅比例咧。是一樣的，為什麼？因為它們 share the same height 的，即是可以幻想這裡有一條 height。 那呢它就 boy dog A 和 dog C A 的 height 是一樣的，所以它的 area 一樣，它底也一樣，它比例也一樣的。 OK， 那所以我們呢就可以試試找個 area 比例啦。為什麼？因為容易一點嘛，那有個 angle bisector 在這裡，又有個 AD 是同一條邊來的，那所以呢我們可以找到 area ofTriangle A boy dot over area of triangle A dot C 咧，咁就係幾多啊？就係、是、1 over 2 15 AD sine boy A dot 1 over 2 12 AD sine dot AC。OK， 咁正在咧就係、是、A dot 係一樣啦 ，boy A dot 同 dot AC 係一樣啦，就係 angle bisector 啦。咁所以咧 ，area of triangle A boy dot 咧 ，over area of triangle A dot C 咧，就係等於全部約曬，就係5 over 4啦。咁你加句啦，因為 angle boy A dot 等於 angle dot AC。Angle bisector 啊，咁就非常之穩陣啊，真係好解釋得好詳細啊。例如五 over 四，咁呢個意思即係 boy dot 比 dot C 咧都係五 over 四咯，同一個高度咁個底嘅比例就係五 over 四。做完誒未寫翻清楚，因為佢問 boy dot 點 dot C 嘅，咁寫翻冒號啦。OK， 咁咧就part B， 咁就係話而家佢知道原來呢只角係60度啦。咁點樣揾波多比多斯呢？咁其實我哋而家呢已經冇需要再睇30-30㗎啦，咁要咁樣好辛苦嘅。咁點樣用波多比多斯幫我哋揾到波多係幾多，多斯係幾多呢？咁其實只需要揾波斯成個距離係幾多，然之後再攞返個比例就 OK。 OK， 試下波斯非常之容易計嘅，係 side angle side， 所以波斯嘅 square 呢，咁你見到佢對住隻60度㗎嘛，咁所以就係一定有個減cos 60度啦，最尾咁呢個15 square 12 square cos 60度啦，咁一次我撳機啦，唔需要再做咁多 step 啦，15 square 189再開方嘅，咁我寫翻開方189先啦，之後可以再用呢個數字。咁boy dot 咧就係喺呢九份裏面佔咗五份啊嘛，咁所以就係五 over 五加四，再乘以開方189啦。OK， 可以 store 住呢個開方189先嘅，就五除九再乘以頭先嗰個7.64。OK， 小心留嗰啲 cm 啦，如果題目有 cm 要寫翻。dot C 咧就係四 over 五加四，就係6.11 cm。OK， 咁就做完噶啦啊！唔好亂咁三十度啊，有排起做啊，如果咁樣做嘅話。OK， 6.1 cm。好，下一題就講47啦，呢條比較複雜啲，因為有少少基本嘅知識你要知道嘅。咁、那個題目咧、那個重點咧就係講緊呢個 A dot C 咧，再加 theta 咧就係180度啊。呢樣嘢點樣用到咧？我哋點樣可以揾到 A dot 咧？嗱，題目嘅資料好少嘅，你見到，因為嗱，呢個三角形係好多嘢都唔知嘅。咁但係問題點樣用呢個資料嘅啫？仲有一樣資料係。area 嘅 ABC area 咧就係、是、等於 A dot C 嘅 area 嘅兩個資料。OK， 咁利用呢兩個資料咧，其實我哋可以揾到 A dot 噶啦。咁啊 ，area 點用咧？啊，講翻呢一課最初咧就講 area 係
1 over 2 AB sine included angle。 OK， 所以呢我可以先寫一個 formula 出來， 1 over 2 26 sin theta 就是 1 over 2 AD 就是我們要找的東西 say sin angle 180減 A dot C， 這個沒有 angle 錯了，180減 A dot C。OK， 咁而家其實我哋好齊噶啦啲資料。哎呀，唔係，對唔住，180度減 theta。OK， 咁就係 sin theta 呢個180度減 theta。OK， 其實我哋只係得兩個 unknown 啦，一個叫做 a dot 啦，一個叫做 sin theta 啦。咁點解話要考你基本功呢？要考你知道180減 theta 咧，係 sin 180度減 theta 咧，同 sin theta 一樣嘅。咁係舊年教嗰度 quadrant one 同 quadrant two。是一樣的，在 sin 裏面。所以呢，其他東西約曬啦，就是 12sin theta， 我約咗個 1 over 2先，就是 4ad sin theta 啦，因為這個是一樣的。咁約埋啦，咁 ad 呢就是等於 3cm 啦，寫返。OK， 咁 part B 呢就問你 cos theta 點揾喎。cos theta 呢，咁我哋呢就可以透過cos formula 啦，咁可以揾到 AC， 咁但係呢個係 unknown 嚟噶嘛，我哋試下借 AC 做條橋啦，咁我哋就係 AC square 等於二 square 加六 square 減二乘二乘六 cos theta。喂，咁個問題就係兩個 unknown 啦，而家，咁我哋 AC 有冇其他方法寫咧？係可以利用埋呢一邊嘅。咁啱啱揾咗 AD 係三啦，咁就係三 square 加四 square。減二三四 cos 180度減 theta， 咁呢個時候咧又係考你基本功啦。咁因為咧 cos 咧嗱，其實我想講翻呢樣嘢嘅，希望仲有少少印象，就係 ASTC 呢樣嘢啦，舊年教嘅。咁嗰陣時我出賣過自己，希望你記得四個英文字啊。咁咧就係 cos 180度減 theta 嘅 quadrant two 喺 cos 咧就係負嘅。咁所以咧就係負 cos theta 啦，呢一個。咁所以好正噶啦，咁即係咧我哋可以得到 from 二啊冇所以啦，即係一等於二啦。咁就係二 square 加六 square 減二二六 cos theta 等於三 square 四 square 減二乘以三乘以四。cos theta， 咁佢負嘅，咁所以咧就係正 cos theta 啦，由呢個負變咗正啦。OK， 咁而家咧成條式剩翻一個unknown嘅啫，就係 cos theta， 咁好容易做啦。咁就係計翻啲數啦，四啦，三十六啦，四十再減廿四 cos theta， 廿五加廿四 cos theta。OK， 咁就48 cos theta 等於15。咁 cos theta 唔需要計埋 theta 出嚟，佢淨係問 cos theta 啫。咁就係15/48啦。咁就係5/16嘅。OK， 最後 part C 咧就係問area of ABCD 啊。咁都好容易咧揾到 theta 啦嘛。揾到 theta 咁 area 就梗係用呢一招啦，1/226。sin theta 再加1/2 AD 就是3啦， dot C 是4啦， sin 180度減 theta。 其實剛才做了即是 sin theta 而已，再做就是6 sin theta 加6 sin theta。其實不用這麼做，它說明 area 一樣，其實只是兩個而已，是啦，即是 area 一樣的，所以兩個一樣的自然。就是 12sin theta。 OK， theta 是什麼？這個時候當然可以利用計數機幫手，5/16就是 cosin theta， 再 shift cosin 得到這個數字，再 sin 這個數字，再乘12，就是11.4的 cm square
correct to three significant figure。 OK， 咁下一條五十啦，最後講埋呢度啦。咁主要咧都係想講有啲時候我哋要加啲線嘅。咁喺呢一類咁嘅題目咧，最好咧，最容易咧就係加呢一個 vertical 落到底。咁你發現個題目冇加俾你嘅，咁冇加俾你自己加咗咧，成件事係非常之簡單。咁而家佢就問呢一個距離係幾多？咁咧我就又認下有啲咩三角形可以用啦。咁PAQ。這個三角形就是跟它有關的嘛，那我們就要找下有沒有角啊，有沒有邊啊，有啊就搞定了。那我們這一隻角比較容易找的就是20度 ,60-40 啫。這一隻角都是容易找的，因為你畫完了嘛，不畫就很難的，畫了之後只有90度 ,40 度，那是130度 exterior angle of triangle 啦。那我們問題要一條邊啫，那我們在這個題目裡面呢得一條邊俾咗嚟，就係100。咁但係佢同呢個三角形冇乜關係嘅，咁所以我哋就利用呢個三角形 PBA 揾到一條 PAQ 嘅三角形裏面嘅一條線。咁佢哋唯一嘅 common 嘅線咧就係 PA 啦。咁有冇辦法揾到 PA 咧？揾到就做完噶咯。咁有嘅，因為呢個 PBA 呢個三角形咧，我哋其實都知道三個 information 嘅。第一個係50度，第二個100。第三個咧就係喺呢一隻角就係120度，咁我哋齊曬啦，有曬三個 information 揾到 PA， 揾完 PA 再加三個 information 揾 PQ， 成個思路非常之清晰。咁但係問題我哋記住要成幅圖重新畫一次，再寫 refer to the figure。OK， 咁重新將頭先嘅思路寫一次嘅啫。咁咧就係首先揾到 PA 先嘛，咁所以我哋 angle PAB 咧就等於100-60度，咁50度啦，120度100米啦，咁我哋要揾 PA 啊，咁所以我哋 PA over 50度，100米 over 呢隻角，咁所以先揾呢隻角嘅 angle BPA 嗱呢個就真係 angle sum of triangle 啦，咁就10度。OK， 咁所以咧，100米 over sin 十度咧，就係 PA over sin 50度。OK， 呢啲 moment 全部直接撳機噶啦，100 sin 50，就再除 sin 十度啦，441.147，咁啊蛇仔等於啦。OK， 咁 PA 有啦，爭呢個20度要寫翻出嚟啦。咁就係 angle PAQ 等於60-40 ，angle PQA 就係40+90 exterior angle of triangle。OK， 好齊啦，而家啲嘢基本上有各邊，咁所以咧揾埋個 PQ 咧。好簡單，就係 PQ over sin 20度咧，就等於頭先揾嘅 PA over sin 130度。咁 PQ 等於咩咧？頭先個 PA 仲喺度啊，冇 AC 度噶。咁咧就係 PA 啦，再除 sin 130度啦，再乘翻個 sin 20度。OK， 咁就做完啦，係197 meter correct to three significant figure。 咁記住要答翻啦題目啦，唔可以就咁揾完 PQ 就算啦。係 height of the castle is 197 meter。 做完。